鳞片，毒腺，离鼻器，爬虫类的精巧构造镌刻着生物进化的奥秘，研究它们如同聆听天籁，我仿佛触摸到了造物主的足迹，而足迹的尽头处却潜伏着意想不到的恶意。是来自造物主的玩笑，还是进化的残酷真相？这不过是真理路上的小小代价，而随着鳞片层层剥落，我也将跨越最后的界限。